全台湾的 LP 在刘宝杰，马上欢迎我们特来宾，红色角落的彭华干。不管你苦干实干，就是比不过我的才干。我是名嘴彭华干，宝杰好，欢迎。第二位是蓝色角落的张友华。话多朋友会知道的秘密也多。哎，宝剑好，好，欢迎两位特别，我们赶快来看看第一张照片。第一张照片代表什么意思？大家很清楚的看到，这是2012年陈伟霆当着教育部长蒋伟仪的面斥责教育部长，这个画面大家都很熟悉。友华兄，你对这张照片有什么看法？这张照片有很大的玄机，全世界只有三个人知道，陈伟霆知道，我知道，还有一个是谁？我不能说，我一个卧底长期卧底在蓬莱仙山上面。卧底在蓬莱仙山，没错，登高山望远海，俯长江一扬眉，他是个神仙，他是个诗人嘛？没错，他是神仙，他告诉我这张画面吐露了出五个字，叫做“冲动爆盖手”，又是冲动爆盖，对，陈伟霆冲上主席台，脱去蒋伟霆的神秘的外衣，炮火四射的骂蒋伟霆，他说何若为抄袭这件事情是臭盖的，是臭盖的，对。但是送完他一个金牌之后，他还是要下台。资格之后，他之后还要下台。所以说，他是早就知道蒋伟霆要下台的。我们换下一张。好，下一张。下一张，哇，杨宗纬在这画面里面出现。紧紧相惜，跟着我 say goodbye。但是他不是，他是陈伟霆。他从哦，乍看之下像杨宗纬。对，他穿了白色的衣服，表示先知先觉者，有智慧的人。先知先觉，所以他是没错，他就是魔界里面的白袍甘道夫，他是白袍甘道夫，没有错。宝杰，我们发现这个眼神超傻超正的庭审，他是个学生，居然能够干掉部长。他呢，有这样大的能量，能够带领的学生们，就像是魔界远征军一样，爬上末日火山，占领立法院。所以这样的人，你如果得罪了他，他不会在你背后说坏话，而是会当众朝你骂，朝着他的脸骂。没有错。怎么骂？跪下。你假面具，你下台，你是什么东西？手举起来，握手，快走，去！哇，把他当成宠物来骂。没有错，在他的心目中，部长的地位还不如一个宠物，一个畜生。陈伟霆当时当学生的面就能够当着陈这个教育部长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没有错，教育部长真的这么好当吗？没有，对。部长不好当，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蒋伟霆他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来，导播，请带第三张照片。第三张照片，哦，这张照片。其实我们期刊杂志已经还他一个清白了，证明这个案子是个乌龙。但是你看，他依旧选择要下台，借由这个论文案下台，不恋战。为什么？眼光独到，你看到没有？他这个 pose， 他是一个非常犀利的眼神，就跟庭审一样，他发。发现了，其实历任的教育部长都有一个没办法突破的烂摊子，就是国教，所以他决定下台。他这么厉害的眼神，跟庭审一样，这叫什么功夫？这叫什么功夫？这就是魔兽世界里面的鹰眼术。鹰眼术怎么念？很简单，它有一种鲜为人知又充满神秘色彩，有一个既复杂又难记的名字，叫做什么？视力检查，视力检查是。平常我们不是都在做吗？那怎么检查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在友华兄的身上带着一张视力检查表。不可能，友华兄在这里，怎么可能会有视力检查表？神经病，录影才带那个。真的有，就是这个神秘的视力检查表，它是怎么训练的呢？怎么训练？在这边拿你来比，然后我们来指出它的方向，要保持相当遥远的距离。你两支箭比这个上，果然是上，这个右，哎，果然是右，这个下，你下都答对，这个最小的还是下，还是下，全部答对，太强了，眼睛这么厉害，就两个左右互换，然后这边的上下左右扑朔迷离，就这么样子来复反复的训练，就能够。训练出鹰眼术，漂亮！我也来训练一下，你也要鹰眼术。好，太好，这个下下你的头，这根本就是右。你看这么不配当教育部长，连这个都看不懂，跪下。所以我们就知道，不管有多细微的瑕疵，他们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他能够预测未来，而且甚至啊，连要来的这个灾难都能够早早的避开，所以他们根本就是台湾的吉普赛人。所以在这边建议，
不管是蒋伟宁卸任，或者是陈慧婷要毕业，我都建议他们到刑天宫地下道快看算命，一定能够顺利行动。再次欢迎动作，下次见。给了药一颗，别说别说，不要。我是彭华干，是刘宝杰，三话。欢迎收看《关键动作》。听我的，这三个月以来，我都在思考方向的问题。从那边没错。干什么呀？怎么了？把我绑成这样，我怎么示范动作？卧底都不认识我。神通术。我找老板。干什么又往那边走？